喉癌和食道癌在我国都是一些高发肿瘤，它的区别呢，主要首先是这个发病部位的不同。喉癌主要是发生在喉部的肿瘤，喉癌是喉部呢是一个呼吸器官，它主要有关就这个发音功能和这个通气功能，而食道呢，它主要是消化器官，主要是食物的通道。再次呢，它这个发病年龄也有些不同。喉癌主要是发生在五十到七十岁年龄的病人，而且往往有长期的大量的抽烟的习惯。而食管癌呢，主要发生在四十岁以上的病人当中，其中呢，男性多于女性。食管癌是我省的一个高发病种，特别是在太行山里面，我省的食管癌发病的主要集中地区呢是这个冀东南地区，包括河北省的邢台地区等等。发生喉癌以后，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有声音嘶哑、咳血，等等。而食管癌呢，它主要临床表现是吞咽困难、进行性，特别是进行性的吞咽困难。所以说这两个病的它。